好，我是欣欣。在农村啊，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情趣也提高了。现在每家每户院啊都种着花，那么卖花的现在挣不挣钱呢？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。大爷，我看你这院里这么多花，你是卖花的是吧？我卖花。你这是自己种的吧？自己培植的。自己培植的。自己培植。今年多大年龄了？今年59。哦，就是让干干这卖花的这个工作。嗯，对。都是干季卖还是怎么卖？多长时间？干季上房，人也上家来卖。人也上家来卖的。你这花钱生活就是靠这个卖花的？啊。就只是这就能卖的，我这卖一棵我只吃一个月。卖一棵吃一个月？啊，我一棵卖，在那卖好几百的。涨的呀？那他妈的这，你看我这。也好卖的，好几百。他们都三家人卖。你这卖花是多长时间卖一次？我天天卖，今天有事儿，我得俺没去找。哦，今天俺没去找。你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卖花？不具体。最多的碎花，最多能挣多少钱？最多的一天能挣400-500，这是不行。哎呦，一天400-500。再办这一份，一个份就是一泡买卖都400-500。哦，一泡买卖400-500，还不少挣钱嘞。那么要是卖到最少的话，是多少钱？最少的时候，你反正最少也得200-300。哦，一个月。嗯。哎，这卖花还不少挣钱嘞。我姐姐要没本钱的这月。我慢慢养也没有本钱哈。我姐姐繁殖还得有本钱。那得靠技术不？那就是靠技术，主要是靠技术。靠技术。你卖花卖多少年了？我卖花今年才算是第三年，前年是干家里的。哦，你才开始干这个卖花？我总共养着的。总共养着，从多大才养的花？从6岁养花。养花就是你养的少那种是吧？你也不少。也不没卖是吧？没卖过，就是送人。你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，你爱好就是这，你爱好养花。我的爱好就是这，从6岁开始养花，今年是养了，今年整整了将近53年。53年了，喜欢这个，爱好这个，对是吧？一生中的爱好呢。确实，这个也养不严，是不？这绿油油的，也有那个也净化空气，有的，是吧？主要是净化空气，对咱自己身体也有好处。其实每家每户儿，你看这农村每家每户都养的花，感觉这院子里空空落落的是吧？每个花感觉是也不显好看，就清清亮亮的是吧？每家每户现在都有花，是吧？大爷是花农，他种了几十年的花了，一天呢最多的时候能挣400-500，卖花其实也是挺挣钱的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